十二支相同的比分给甲乙丙丁戊己六人，这样子有几种分法呢？那经过前面几集的介绍，你应该知道这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，是的 ，H6H12。那如果说相同的比分给甲乙丙丁戊己六人，每人至少拿一支呢，会有几种分法？哎，是的，就是每人至少拿一支，就先给一支哈，所以剩下六支是 H6H6。然后十二支比分给甲乙丙丁戊己两人哈，其中两人拿一支，两人拿两支，两人拿三支，会有几种分法呢？那在这里要注意一下，我们有没有把它分完？两人拿一支有两支了，两人拿两支有这个四支了哈，所以两支加四支是六支，两人拿三支六支了，这样子六支又六支，所以我们分完了，我们分完了，所以有几种分法呢？比的部分是相同的，所以你想说，哎，那这样子就没了嘛？比这里就没有不需要对调啊什么的嘛？唯一还有需要讨论的空间是什么？哪两人拿一只？哪两人拿两只？哪两人拿三只？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注意哦，它不是 H6 取多少哈，也不是这个一哈，它是甲乙丙丁戊己配对给。1 1 2 2 3 3，所以是6阶除以2阶2阶2阶，那这样是90种，可以吗？ A 到 H 8颗球分给甲乙丙丁4个人，其中甲乙各拿3个，丙丁各拿1个，有几种分法？ A B C D E F G H 配给甲甲甲乙乙乙丙丁八阶除以三阶，三阶一阶一阶就不行了，可以吗？这是答案。那如果是 A 到 H 八颗球分配给甲乙丙丁四人，有两人拿三个，另两人拿两个呢？那就是如果已经知道是甲乙拿三个，丙丁拿两个是这样。但是谁跟你讲一定是甲乙拿三个，丙丁拿两个呢？所以我还会出现一个什么？甲乙丙丁配给3311，就是谁拿三个谁拿两个去配对，那拿三个的两个没有差别，拿一个的两个也没有差别嘛，所以这里会有一个4阶除2阶2阶、哦、当我这里每产生一种，比如说可能是甲丙拿三个就有这么多，产生一种比如说是这个、哦、乙丙拿三个甲丁拿一个也有这么多，所以我总共会有这么多倍的这么多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问题、哦、素食店的套餐由汉堡、薯条、饮料组成，汉堡有三种，饮料有四种，薯条可以选择要不要加大、哦、小明一次点了两份套餐，他会拿到几种的套餐组合？也就是说他没有要说这份给谁那份给谁，也注意哦，他拿在手上的时候、哦、比如说我有一个加大薯条跟一个没有加大的，你没有办法分辨说我加大的是给是麦香鱼那一份的，然后没有加大的才是鸡块那一份的，你没有办法确定嘛，你只能知道说我手上就是有了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的话这一题会是几种组合呢？好，那根据我们刚刚的说明呢，你应该要能够理解到说其实最后你手上就是会有汉堡两个，然后饮料也会有两个，然后薯条也会有两个，因为它各点一个算是一个套餐嘛，那只是说你汉堡有三种可以选择，那我有可能三种也可以选一样的，但是也可以选不要一样的，所以在这里会是什么、哦、如果是甲任意选然后乙又任意选，它会是三的平方，因为甲可以选一样的嘛，乙也可以选就跟甲一样的，所以甲任意选乙任意选三平方，可是他现在又没有分甲乙，就小明一次在他餐盘上就是有两份汉堡，所以在汉堡的部分就会是 H3 取2，就是说三种汉堡里我要两种，三种不同的足量的汉堡里选两件嘛。那饮料也是齁，有四种，所以是 H4 取2，然后薯条加大与否是 H2 取2啦。这样有懂吗？那这样子算起来的话，这个是 C4 取2是6齁。然后这个是 C5 取2是 10。然后这个是 C3 取2是3、啊、那所以是180种。好，
火锅店里面呢有六种汤底、五种肉类、七种蔬菜哈。每个客人都先选一种汤，再选一种肉和两种菜。小明跟小华去吃都想点不一样的，他们桌上会有几种组合。所以其实就有点类似刚刚的问题嘛，就是说最后在桌上了，我们也分不出来哪一个是小明点的，哪一个是小华点的。总而言之，桌上会有两汤、两肉和四菜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他们都要点到不一样的哦，注意哦，都要点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一题，哎，不是 H， 不是 H， 可以吗？因为它不重复，它不选重复的，所以它是什么？六种汤选两种，不能重复哦。但是也没有顺序差别，因为分不出谁点哪一份。哦，肉少两片，五种肉也选两种，七种菜选四种。那这个是15，这个是10，这个是。C7 取 3， 所以是35 525， 525， 49选6的大乐透，结果我选出来的6个号码完全不相邻，有几种选法。那不是要一个一个挑啦，就是说你有1到46号所谓的选，所谓的选，除了说你动态的想说人去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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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之外，它其实就是把一些圈和叉分配给这49个位置嘛。所以说怎么样？6圈43叉，你可以在这里写一下，如果你的程度没有到很好，就是说你很容易忘掉，我没有办法说马上想到，那你在写这个，你在写题目的时候，在做笔记的时候，我都叫我学生抄笔记，那你不要嫌麻烦，帮自己留下一些中文，好让自己回过头来可以循着这个路径去想清楚，6圈43叉配对给怎么样 ?1 到49个号码。也就是这个1对1配对齁。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6圈43叉排一列嘛。6圈43叉排一列逗号。圈不相邻。那有想到怎么做吗？那你就是把那个没有要限制的先排嘛。那我们以前甲乙丙丁戊己庚排一列齁，甲乙丙不相邻的话丁戊己庚先排就四阶。可是我现在圈不相邻的话叉先排，那叉都是一样的叉，所以没有这个部分没有产生变化。那所以说呢就是先摆好一排叉。然后怎么样 ?43 个叉会有44个空格，所以6个圈插入这44个空格。那因为圈也没有不同。所以它其实会是 C44 取 6， 也就是说44个里面有6个位置要放圈，6个位置要空着，所以是44 1到44号的格子配给这个6圈和38空，6圈和38空，这样子啦，不用算出来啦，其实答这个就可以了。甲盗戊五人玩大风吹，一轮换位之后没有人坐在自己原本的位置上，有几种做法。那因为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三次还是四次了，所以我直接写结论，如果你没有想到的话，相信我写出来你应该就会发现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所以他的答案是什么？就是错牌问题啊，五个人都不坐在自己原本的位置上哦。那个五个绅士进俱乐部出来的时候都没有拿到自己的帽子哦。五对夫妻换舞伴都没有跟自己的另一半跳舞哦。从五阶到四阶、三阶、两阶、一阶哈，一正一负、一正一负、一正一负，一五十、十五一哈。二位数字中，个位数比十位数大的共有几个？哦，那你也可以去。用挑的说，如果个位数字是多少的话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利用这一题，带大家看一个这样的情形。那这一类的做法，它可能出现在不同的题目里，但是它都刚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讨论。所以你之前应该也看过我做过。
就是我的数字可以放0到9，然后我有一个是十位，一个是个位，这样总共会有100种。假如我这里0到9有10个数字嘛，哦，都全部做出格子，会有100格。这100格里面对角线是个位跟十位一样的，占10格，可以吗？然后在这里哈，还有十位数字是0的，它就不能叫二位数了。所以如果你把这里算进去的话，那这里总共有10格。就是把这个给，就是说我二位数要排除掉10个，那这样子这一排这个斜线剩9个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当我这个还没画的时候，整个100个里面这一条是10个的话，好，100减10，上面下面应该是一样大块，所以上面占45，下面也占45。那现在我把这一排拿掉了之后呢，上面还是45啊。哦，所以这个45是刚刚讲100减10除以2，下面这里原本45扣掉，因为00是在这条斜线上的，所以扣掉9个，剩36个。那个位数比10位数字大的就是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你等于说10位数字是1 10 9嘛，哦，比如27，对不对？都在这里。哦，所以个位数比十位数字大的是这个，就36个。那个位数比十位数字小的有45个。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可能会在几率出现，所以在这里教一下。那我们这堂课上这里。